哎呀，哈喽哈喽，王子航来了来了。这边你不要坐，你坐高我旁边，他会很高兴。屁呀！哇，高以文，哇，这会上 YouTube 哎、欸，你知道吗？高以文、啊，我们不，哎、欸、不，他也是有资格啊。对啊，有啦，中正你是金牌嘛，对不对？他上次校牌多少？24可以啦，可以啦，王子啊，够格够格，你86，哎、欸啊，你还高攀他哦，你还算是低就，了解啊、哦，可以啦哈。你这边年纪最小的谁？我。我13岁，刚过今天12。这个角色叫守卫虫，我待会讲守卫虫守卫虫的功能。守卫虫，对，守卫虫，守卫虫只有一张，它是算是角色。守卫虫。假设如果我打出蜘蛛，蜘蛛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我打出一张蜘蛛，我可以再送给我任何一个指定的人一张手上的牌，就等于说我打一张是送别人啊，就是打一张送一张，那我手上一次就会消耗掉两张牌，就等于说对我。可是你那个三一定要丢2的蜘蛛才可以丢嘛，对不对？对，或丢4的蜘蛛才可以啊。对，看数字可不可以。所以他上下什么牌都可以。对，上下什么牌都可以出。哦、好，好，不是、哦、我是说、他放，然后另外一张不要送给别人。对，送给别人，你指定任何。那是送谁？就你指定任何人。讨厌的人。反正你讨厌的人。喜欢的人也可以哦。喜欢的人也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啦，等一下给你送啦。好，然后直接讲到这个是那个蚊子，嗯，它就是对，反正这就是不重要的东西。这个是蚊子，它的功能就是像心脏病一样，每个人看到它，人人喊打，就是丢下来，除了我丢的人以外，每个人都要打下去。那最慢打，打最慢的整副牌全部拿走。所以假设跌到已经就是丢的人不用，丢的人不用。哦，好猛哦，走猛。好。那蜘蛛跟蚊子都讲过了，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蚂蚁。蚂蚁的话就是我丢了蚂蚁之后，每一个人要除了这张蚂蚁以外的其他牌，就是一个人抢一张牌，从牌面上。就假设如果牌面已经堆了这么多牌，那每个人都抢，那谁先抢谁先赢。这张蟑螂，蟑螂就是我丢了一张蟑螂之后，它上面有数字嘛，那场上的任何一个人可以用他手上的跟他相同的数字的任何一张牌去替换这张蟑螂。什么意思？就等于说。这张蟑螂丢下来之后，我可能手上有一张是一的，就是这种没有功能的这种牌。嗯，那我可以赶快把它丢出去，把这张蟑螂抢走。先抢先，所以谁都可以，谁都可以。啊，先抢先赢。这些东西我刚刚都讲过嘛，除了这张以外，对对，嗯，那这张叫什么？这张叫做作弊飞蛾。啊，这游戏的游戏名称就叫作弊飞蛾。什么叫作弊飞蛾？就是一般的游戏是不能作弊的，但这个游戏可以作弊。他作弊哦。等一下，这个先等一下，就是这个是一定要作弊，什么作弊？就是你一定要把它藏起来，你不能把它丢出去，这张牌不能丢。如果你拿到这张，你一定要把它藏起来，你不能把它打出去。所以假设你拿到，你可以想尽办法把它藏在袖子里啊，然后口袋啊，藏在各种自己想到的地方。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呢？好，这就是重点。每一个人都可以检举，但只有守卫虫可以真的抓人。抓到的话，他可以把一张牌丢给那个人，然后守卫虫换人当。这个游戏一次藏牌只能藏一张牌。就是我一次一个动作藏一张，就是比如说像我假设，如果我想要藏牌，我先讲这个作弊飞蛾可以藏，但是每一张牌都可以藏，只是作弊飞蛾一定要藏。每张牌都可以藏，因为你牌越少越赢啊，所以你可能在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莫名其妙牌就消失了，莫名其妙就可能他连一张牌都还没打到，哎、欸，我已经我手上就没牌。那是如果手上没牌的话，是藏起来的话，这样算赢吗？就是赢啊，因为你只要手上没牌就赢啊。是可以你是可以藏的、啊，那如果可以把它可以藏，所以这个游戏要作弊费。等一下，哎，所以我是帮他，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们认真，我上帝之眼啦，不好意思。不行啊，咱们两个上帝之眼。谁先开始？所以大家开始，程序先开始啊，你丢一张牌出去。哎、欸，什么是抢啊？蚂蚁是抢哦、喔，是什么？这是什么、啊？陈英，蜘蛛杠，你可以再选一张牌送给别人。哎、欸，我只是抢，哎、啊、哎、啊，那个送给谁？送给我。你自己接啦、啊。我一直接要去打啊。我这样拍哦、喔。嗯。不是换，好，换你了。你搞，没有换。换我好不好？好。4，哎呦，3，2，应该没有。
四加一或减一都可以，所以四加一是五，或四减一是三。头长，可以。所以四加一是头长，俊颖头长。刚刚那张好，所以 你要把刚刚那张拿，就是收回去，收回去，然后手会跑到他的，然后 你可以把一张牌给他。好，那拿一张牌给他。你刚才你会偷看，谢谢。哎，很嚣张，直接摇摆耶！没有进去可以干嘛？啊？没有，不能干嘛？换你，弟弟，换你。换钱。哎，不能丢五，不能丢五。五的话，你要丢一或者丢四。蟑螂是干嘛的？丢一。你丢了蟑螂，别人要。丢一。要干嘛？别人要拿树枝相同。对啊。看到了，没有，我的妈，还长袖子，还长袖子，没有，不会是，哎，嘉诚抓王者，还长袖子，没有，不会是，哎，嘉诚抓王者，哎，要长，你抓到了吗？拉我走啊！还要看到还行啊？是他抓，有吗？有，出了，为什么？快送一张牌给他。他要出来，他要出来。三弟，吓死！没有啊，你不是陈。哎，你输了，你陈军，陈军，叫错名字，所以是他拿。没有，李陈军在你的，在你的。好坏。最后谁？有战略谁？换你啊！换你。哎，三。你丢二，我没有牌了。蜘蛛干嘛？换牌。然后再丢一张五，没有给，他不是蜘蛛，就是给其中一个人。陈俊，陈俊，换你要给谁？你要给谁？我刚拿过，你要给谁？我拿过了，给他，我拿过，所以就你呀，你都接了，交给谁？还想赖啊？没有，我来一个，又丢牌了，我要抽牌。四或五啊，二或四，现在是三吗？二或四，二或四啊。那看你要不要抽？那你有啊？我有啊。那你在干嘛？干嘛抽牌？他刚出五哦，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他出二啊，那他出二啊。对不起啊，三耶。哎，他出三呐。啊。八年级。哇！哇！逻辑鬼才。你怎么这样啊？再抽一张牌给你。可以捡起，不要我们是要讲越南语吗？是吗？可以，听不懂。我要换一个啊！这游戏太疯了，是不是？太疯了。我先讲，大概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这游戏就是会有两组人拿到不同的就是词语，可能什么词都有，有可能是形容词，有可能是名词，有可能是动词。对，那就是拿到两个词语，但是他们两个会是有点相似的，可是会是不一样。那这游戏有分就是卧底跟平民，就是平民就是大多数。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题目，那卧底就是他们的题目跟另外一组人是不一样，但他们是少数人。对，那卧底就是他就要想办法去形容的跟平民很像，但是他不能说话。对，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假设如果题目是周杰伦跟林俊杰，你可以说哦都是金曲，你说歌手，男歌手、金曲歌王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比如说你可能讲你的是林俊杰，然后。你知道我自己可能是卧底，你不能说哦他是台湾人，懂吗？因为林俊杰是新加坡人，就是你不能说。你知道林俊杰？都是举例。什么东西啊？好难啊！好难啊！不知道。就你不能说谎，那这两个我都不认识是谁。周杰伦我知道，周杰伦我跟他唱过。李翰我知道。对，然后跨年的时候我都看他演唱会。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概这样。那你拿到词之后，你要记住第二词，然后去形容，然后可能你要想一下你有没有对的，嗯，对，或者你可能只是少数，你要想办法蒙混过去，哦，不能说谎哦，不能说谎。那从我开始。好，那就玩家一先开始。好，那接下来大家都记住自己的词，那由一号开始发言，你要用。就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形容这个东西，吃的，好烂哦、喔！是吃的啊，不是吗？卧底，还是我讲错了？拜拜。好吃的，然后来换你啊。嗯，很好吃的，很好吃，吃的很好吃。我们懂好吃，哎，很凉，很凉。哦不健康，矿灵就好。不健康，没有那个还好啊，那个就只有那个。好了，换你了。等一下，我要讲什么？让我想一下。有防腐剂。防腐剂。哎。很凉。等一下。有防腐剂吗？有防腐剂，那叫防腐剂啊。一种糖类。嗯、哦，哎、欸，我现在可以开始抓了吗？我们可以再抓了吗？没有，你先讲完。好，先讲完，先讲。大家听懂。牛布的糖类，我不知道。你是讲什么？你是讲那个什么？防腐剂。防腐剂。糖有糖的。有糖。它你的糖是糖类是淀粉的那个糖类。哦。好专业哦。好专业。不是，这不是 sugar 吗？不是。好，来。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多吃什么？青菜，对，青菜啊，有青菜。他有加青菜，有啊，哦，一点点的、那個，我知道，我知道，安静啊！我忘了，你就你忘了。哎、欸、哎、欸，好，这样可以开始了吗？开始了，为什么？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刚刚没讲的一个规则，就是第一个卧底如果已经猜到别人的答案，你可以直接反向说我是卧底，然后我猜答案是什么。然后如果猜不到，那现在就是大家直接投票，票数觉得谁是卧底，然后数到三开始票，就是比号嘛。如果没比的话，哎，一号是谁？一号是你，用指的就好啦。是，因为指的有可能就是大家看一看，哎，哎，对，所以比号嘛。然后没比的就不算，就算废票。我数到三呢，三、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数到三，三、二、一，好。为什么？有没有五号？有没有？是不是五号加成五号三票就是五号，就是高思涵，真的？你是泡面对不对？哎、欸，好，抓到一个卧底啊！还有一个卧底还没找出来，那继续从一号开始，继续，还要再叙述一次啊？对，要叙述不同的东西啊，所以要两个卧底都抓出来啊！现在只抓到一个、啊。高斯还太太明显，还看到了，跟超级超级大饼，对啊，我们是大饼，大饼还要讲要干嘛？错了，大饼，我们说大饼要加大还是要加防腐剂呢？谁遇过？我们是大饼哎，好，我想要。你吃的蛋饼，沾酱吃啊！沾酱汁，沾酱，凉的，啊，怎么了？我是卧底，我猜小麦面。哇！泡面啊！他们是泡面啊！我两个是泡面啊！
你手上有作弊没有？没有作弊，你只是在作弊的当下被抓到才算作弊。哦，好。然后我先讲，牌不能摆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就是你不能故意把牌放在抽屉里面，然后说，哎，我都没作弊啊。那这样，那如果说有很多张的作弊费了，你可以你一次整藏这样，但是你可以太多了。对，谁先？谁先有手会从开始。哎，我赢了，我赢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那我要把牌倒出来吗？不是。